只因一眼，一个单身了20年的小伙，衣服都没来得及脱，就跳入了河里救他。等小伙把他救上来后，发现自己救下的竟然是一个雕塑。随后，小伙把他带到了工作的地方，看着雕塑的漂亮脸蛋，没忍住偷偷亲了他一口，随手又拿走了雕塑戴着的项链。可下一秒，雕塑竟然活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伙还以为自己遇见鬼了，拿起武器就想要防身，直到女孩走过来把手放在他的脸上，他才相信了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面对这个1000年没见过世面的女孩，小伙拿起灭火器就给她表演了一下，结果女孩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。等到女孩醒来，她的第一句话却是：我爱你。我不是王子。我不管，我还是爱你，我是你一生中最最爱你的人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，小伙直接笑出了你手机里的第24个表情。随后小伙给她换了一身行头，带着女孩吃起了在路边买的豪华肉夹馍。女孩第一次接触现代食物，一口咬下连包装纸都吃了进去，说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不好嚼。看着眼前这个傻白女孩，小伙的心跳瞬间飙到了180迈，别提他心里多高兴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小伙美美的给女孩做了一个早餐，端到了女孩的屋里。可刚走进去，小伙发现女孩竟然又变成了雕塑。